上次就讲完呢个简单嘅除法同埋呢个余数嘅处理嘅，咁今次我哋由嗰度继续啦。咁啊，遇到多数字嗰人，即系如果呢个除数呢、這个被除数有好多个数字嗰人点做咧？咁同之前一样嘅啫。咁啊，先邀请我哋嘅主角呢个被除数出嚟啦，然后左边有一撇拉个五喺度。咁咧，上次咧。其实就讲漏咗一样嘢，咁咧第一件事咧，其实就要比较一下第一个数字系咪细过五嘅。咁啊，如果唔想比较嘅话咧，咁啊你可以喺度写个零嘅，咁啊五零系零，咁啊剩翻一之后咧，拉后边一位数字落嚟，咁啊五二。啊，唔系，拉一个数字啦，呢个系二啊，咁五二得一十，剩翻二十五，然后五五廿五，咁咧呢条数就做完噶啦，咁咧做完可以拣等号，因为点解我话做完呢？就系因为首先呢度已经冇。已经冇第三个数字可以拉落嚟，即系呢度已经计完嘅，呢个数字系唔存在嘅，冇嘅。第二就系咧，最尾呢两个数肉眼见到系完全一模一样嘅，咁减完个余数系零嘅。咁如果要讲正宗啲嘅写法系点咧，就一百二十五除以五，咁啊五二得。一十乘翻廿五，五五廿五，然后相减余数系零，咁啊咁样写都冇问题嘅。我个人嚟讲咧，就两种都接受嘅。然后要讲嘅嘢咧就系、是，其实你见到第一个数字，如果系细过呢个除数，例如一细过五咁啦。咁我哋咧就一开始就要邀请埋第二个数字一起考虑咯，即系我哋要考虑埋呢个数字，当佢十二系一个单位咁样睇，咁然后五二得一十，咁就将个二咧个二就要摆喺呢一个位，唔系摆喺呢一个位咯。咁如果大家唔肯定或者唔可以一眼观七睇到第一个数字做比较嘅话咧，咁啊大家可以由零开始嘅。咁啊，如果大家可以分得清楚嘅话，咁啊唔写零咧都冇问题嘅。咁啊呢度可以唔写零嘅。咁啊，第一条就系咁啦。咁啊，第二条点做咧？咁啊，同样道理啦。我哋攞个七百一十三落嚟，除以二。咁啊，第一个数字比较七大过二，咁啊要由第一个位开始啦。今次二三余六，剩翻一，需要拉个一落嚟。二五得一十，剩翻一，要拉个三落嚟。二六一十二，咁剩翻一，咁咧呢个就系余数啦。咁所以呢一条嘅答案咧，七百一十三除以二就系等于三百五十六余一啦。OK， 又搞掂一题咯。继续。三万零二百八十除以六，咁啊点样除呢？一开始三细过六，三细过六啊冇问题，三细过六，咁所以我哋要攞埋隔篱呢个数字，咁啊成个三十一齐考虑咯，咁啊六五中三十冇问题啦。
咁啊零可以唔寫嘅，咁咧直接拉個二落嚟。咁問題就嚟啦，二咁啊又係細過六喎，二細過六，咁六一都已經六啦，咁冇得減喎，咁點咧？咁我哋咧就直接喺度寫個零啦。咁啊，我哋可以話六零係零啦。咁啊，剩翻二，咁啊，繼續拉個八落嚟。六四廿四，剩翻四十六，六三十六，剩翻四。咁咧，系啊，其實呢一步咧，啱啱如意啦，咁啊，然後要補零，咁啊六零係零，咁啊剩翻二咧，呢一步咧，其實可以簡化喎。咁點樣簡化咧？就寫喺呢度，係啦，一樣啦。咁啊，三零二八零除以六。五中三十 ，OK 二，咁啊，如果你可以肉眼見到呢個二細過六嘅話咧，咁我哋可以直接補零呢一步啊，藍色啦，直接補零，然後咧就直接拉呢一個八落嚟，係啊，藍色啦，係啊，直接拉一呢一個八落嚟，咁咧拉完個八落嚟咧。咁我哋可以繼續啦，後面嗰啲步驟都係一樣嘅啫，係嘛？六四廿四，就剩翻四十，三十六剩翻四，咁啊一模一樣嘅啫。咁啊，大家要記住，如果你諗住直接嚟嘅話咧，咁就先補零，補完零咧就後面拉一個位落嚟，咁啊。就可以簡化，如果唔想下下都寫六零係零，跟住然後二減零等於二嘅話咧，咁就可以用呢步，咁啊可以快少少咁多多，唔需要寫咁多嘢。咁咧講翻呢一條嘅答案咧，咁啊你要寫出嚟嘅，咁就等於五千零四十六餘四 ，OK 搞掂。咁啊慣例啊。最臨尾又係會有一條終極挑戰嘅，咁咧呢條點做咧？咁啊呢一串數字，咁啊都係啦，將佢成為主角擺喺中間，三二三零五八，除以八咯。冇問題啦，第一個數字八九七十二，剩翻一，拉個二落嚟，八一得八，剩翻四十八，八六四十八，咁啊。你雖然見到呢兩個數字一樣，但係未完嘅，因為後面仲有數字啊嘛。咁我哋要繼續咯。咁啊，呢個零拉個三落嚟，我將個零寫到啦。零唔使寫啊，零係啊，拉個三落嚟，因為冇位啊，冇位我先寫上嚟啊。咁咧呢一個零咧係啊，同呢一個零係一樣嘅。咁由於冇位我先寫上嚟嘅，咁啊有位你要繼續喺下面寫咯。咁啊，拉个三落嚟，个三喺度，咁咧继续咯。但一个三又唔够八除喎，咁我哋上次啱啱讲过啦，要补零，补零啦，系啦，补零之后要点啊？后边攞个二落嚟，要一齐考虑咯。咁啊，八四三十二。又是零啦，咁啊三，又系同樣道理，同呢個一模一樣添啊，咁啊三
唔夠一個八除添，咁又點啊？同樣道理，又要補零啦，然後將呢個零拉落嚟，一齊考慮呢一個單位，即係三十一齊考慮。八三廿四，八四三十二，咁咧繼續啦，八三廿四，六十五，八八咧就六十四，剩翻一，好啦，今次同樣道理啊，都係冇位嘅，下面冇位計啦，咁啊將個一拉上嚟，咁啊剩翻兩個零嘅啫。然後拉一個零落嚟，八一就餘八，剩翻二十，八二一十六，剩翻四，咁咧呢個四咧，呢個綠色畫住嘅呢一個四咧就係餘數啦，咁冇得除啊嘛，四細過八咁咧，而後邊又冇數啦，冇數可以做啦，咁啊條數就搞掂，咁啊呢度有啲亂啦。咁咧，寫一次個答案係乜嘢？呢度冇位添，寫上面啦嚇。個答案咧就等於九一六零四零三八一二餘四，咁咧係啊，就係咁多啦。咁咧，大家今次就講曬一串長數字除以單位數。呢、这個單位數啊，即係一個位嗰啲咧，係啦，咁點樣計嘅？咁啊，下次繼續啦。